九月三号，美国第九巡回法院在六名法官的支持下，允许法轮功学员依据外国人侵权法起诉加州思科公司，案件可进入审判阶段。二零一一年，十三名法轮功学员起诉思科公司及其前首席执行官约翰钱伯斯，以及时任思科大中华区副总裁张瑞敏。思科被指控提供技术帮助中共官员建立庞大的监控网络。 用来识别、追踪法文工学员，并为随后的抓捕和酷刑提供便利，违反了酷刑受害者保护法和外国人侵权法。美国第九巡回上诉法院曾在2023年7月对思科做出了裁决，三名法官以二比一的票数裁定案件可进入审判阶段，但思科要求法院的六名法官重新审理。在9月3号的审理后，法院维持原先裁定。 目前，思科正寻求向美国最高法院上诉。思科输掉这场官司的可能性正在变得越来越大。那么，一旦思科输掉了这场官司，那么它将成为此类案件的第一例。那么，所有的那一些西方公司，包括美国公司，在这个中共迫害过程之中，啊，借机牟利的话，那么这些西方公司会受到制裁。 法轮功学员指出，斯科明知道法轮功学员面临中共的酷刑、任意拘留、失踪和法外处决等违法行为，还帮助和教唆中共政权的违法虐待行为。而斯科公司提供的金盾技术，使法轮功学员在参与在线法轮功相关活动时被识别，一度被拘留，遭受酷刑。金盾工程是中共安全机构的数据导向监控平台，范围遍及全中国。 呃，思科输掉了这场官司，那么他就开了一个先例啊、呃，以后就会照此办理。那么，呃，所有的这些西方公司，不论是它是金融公司、科技公司，还是其他哪一类的公司，如果在呃中共迫害法轮功的这个过程之中啊、呃，他们涉嫌通过呃这一类的呃方式去啊、呃、与中共合作谋利啊、呃，那么他们都有可能被制裁。 法轮功是一个信仰团体，自一九九九年以来，在中国遭受严重迫害。中共长期对法轮功学员实施非法抓捕、非法判刑、酷刑虐待、活摘器官等反人类罪行。新台记者陈月采访报道。